续审查动保处的预算，请卓主任代读。好，我们继续审查动物保护防疫处的预算，09-02-54，09-02-54，我们从54页开始，54页开始，54页，54页，54页有没有意见？55页有没有意见？56页有没有意见？57页有没有意见？58页有没有意见？苏妍，请教一下啦。嗯，没有预算，没有意见，但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有那个什么办理荒野绝育三合一巡回专车哈，那个荒野绝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现在有一部车，这部车呢是可以三合一的协助这个绝育的工作，然后是把它开到各个这个偏乡或者是各个社区里头的吗？报告议员，所谓荒野就是我们靠山区的，像复兴乡、大溪乡、大溪区，然后还有大园、观音、新屋这些海边地区，那些兽医院只有2家或是2家以下，那没有办法做绝育或是打疫苗或是宠物登记，那我们就是主动用这个车辆去那边做这样的服务。所以你这三合一里头包含了打疫苗、植物晶片跟绝育，绝育对，是吗？对，好，这是针对家犬吗？还是针对流浪犬？家犬的部分。家犬啊？对。那你流浪犬呢？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家犬，我个人是觉得啊，你如果把经费拿来做家犬这一块哈，我觉得是真的有点浪费啦，也不能说浪费，就有一点暴殄天物的感觉。因为现在最需要去绝育的其实是流浪犬，因为流浪犬在外面，然后你要协助把流浪犬都绝育，你才可以避免有更多的这个生命不断的被繁衍下去，对不对？那你家犬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机制，反而可以帮它处理掉。好，甚至我们说，虽然你在沿海的那个兽医院比较少，可是你这个，因为毕竟绝育跟植入晶片，它都是一次就好了嘛，一只猫狗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呢，它这个次数跟它的时间是可以被控制的，你可以利用你现有的宠物医院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像这样的绝育专车，我觉得这三合一的这个专车，我觉得是应该要去特别的针对流浪犬才对，对不对？尤其我们知道，上次说发生了狂犬病，对不对的病例，所以大家造成很大的恐慌。那现在很多的流浪犬也其实都没有接种这样的疫苗啊，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巡回专车是针对流浪犬，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意义吧。是，谢谢议员。对不对？否则你这个钱花的是针对家犬，我觉得，这个部分没什么意义，因为都来做一个考虑。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们要重新再研究啊。为什么你家犬的，像我们自己家犬的，你去做这个绝育手术或者是植入晶片，这都要另外付费的嘛？那我说像沿海乡镇比较缺乏的，你甚至可以给他比较优惠的。好，谢谢易座。好，第59页有没有意见？黄如言，那个58页，我刚才举手你没看到哈。来，我现在请问一下哦，突发事件大量动物入园，紧急暂安置计划，这有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种大量动物入园的状况。不好意思哈，如果像有些地下的宠物业，被我们查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那一口气就是上百只或是像的狗猫，可能都需要暂时的收容，那这个计划就是用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今年针对我看在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传，有多少的这个有多少的这个被丢出来的动物要大家认养认养认养，你们有没有去针对这个去追踪？我们对于宠物的那个，大声一点可以吗？可以。我们对宠物抛出来认养，其实我们在园区也是有这样做这样抛的动作。那出去的动物，它因为宠物登记系统都有列管，都有资讯系统可以追得到，都有去列管。那你还是继续让大家去领养，对不对？是不是？是，我们会欢迎民众来领养。那你们有没有追说从哪个地方丢出来的？这个我们有些动物保护的案件哈，可以去包括收容所里面抓到的犬只，那从这些犬只身上如果有晶片可以扫出来，就可以找到饲主是谁。我告诉你啦，根本不可能有晶片去扫啦，这些是繁殖场出来的，他会那么傻吗？他会每一只宠物都去植晶片吗？对不对？是，现在应该繁殖场他做繁殖的业务的话，好，目前农委会已经修法了，说是繁殖业、宠物业还有贩卖业，他就强制施打晶片，他要强制施打晶片。我跟你讲啦，这些是你们是针对守法的繁殖场，对那些不守法的繁殖场，他根本不会照你们的这个规定来啊。那我问你，桃园市总共有多少家的繁殖场？宠物目前宠物业有184家，其中有大概30家是有做繁殖的业务。好，那不合法的有几家？目前来说有登记的都是合法的。有登记，那你们最好去查查看那些没有登记的不合法的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会加强去查这一块。好，各位议员，58页刚刚已经敲了哈，现在59页有没有意见？范刚祥议员。谢谢主席哈。我想59页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陶乐动物友善城市专案计划哈，是253万3000元哈。那么这个计划总共的这个数额是360万元，其中呢这个部分所占的文宣、印刷等的费用就是253万多哈。那么我对这个计划内容不太清楚，能不能麻烦请局长大概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是文宣等的费用占最大多数？对，先跟议座报告哈，就是说这个陶乐友善计划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我们对于那个无主的一个犬猫哈，我们将来会做一个饲主的责任的一个源头管制的部分。最主要是说源头犬那个饲主的源头犬猫，我们希望说它在绝育也好，配合整个防疫的一个工作，或者说我们在整个一个动物的一个行为的管理的部分哈，还有晶片的一个植入，那加上它必须要宠物登记，所以它主要是对这个饲主的一个宣传的宣导的活动咯，是这样吗？也包括我们将来配合哈整个一个村里志工哈，以村里为单位，我们将来会以村里为单位哈，招聘比如说遴选招聘一些他愿意来参加这个动保志工的部分，然后来一起加入，我们希望说辅导他们里长要一同的一个志工哦，共同来推展。那在乡下里面，譬如说发现相关的一些无主的，或是有主可能也没有尽到一个饲主的责任的部分哈，我们会都进行来给发，那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裁处的部分，或是做一些相关的决议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借源头一个管制管理，让那个动物流浪的一个动物源头会减量，让我们在整个动保园区的一个受到的一个压力会相对的减低。当然我们在整个评鉴的过程，我们除了说有一些经费来做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好，没关系哈，听起来是有点抽象，我大概知道你的方向，那么会后请把你具体的实施计划提供给我哈，谢谢。好，谢谢议座。好，苏翠玲议员。那个对不起，我请问啊，在你们这个倒数第四笔
陶乐动物友善城市专案计划所需的文宣、印刷、宣导品。我请问一下啊，什么叫陶乐动物友善城市专案计划？这个专案计划是在做什么？简单的说，我们这个部分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计划哦，招募各里的一个志工来加入那个我们相关的一个源头减量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在整个一个计划的部分，能够配合他这个计划。其实我觉得啊，你们这就不需要再，我觉得这不需要再那个叠床架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个流浪动物的这个捕捉哈跟处理啊，其实你们第一线都是在清洁队，不是在你们。对，虽然说是你们啦，但是都是清洁队在做处理的啦。民众大概这个要举要这个处理这个流浪动物、流浪狗，他其实也大部分都找清洁队的多啦。那你现在我们都知道，清洁队已经都有建制到环保志工队啊，每个里现在几乎都有啊，而且人数都非常的庞大啊。他们现在各里的环保志工队的人数大概都有的都还接近快上百人。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已经现有的资源了。那你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多人嘛，上百人里头其实你只要每个里啊，讲难听，有十个环保志工里头只要有十个是愿意啊来协助关注啊这个事情的，我觉得那是更好的。但是我要再讲啊，副市长，其实我们去看台南市，你用志工我觉得都是假的啦。志工我们没有强制性，志工你也不能真正给他一个绩效评比，对不对？台南市他就是放在民政局里头，民政科编了足够的人员进入到各个区里头、各个村里里面去实际的登记，这个里看到了哪些狗，看到了哪些猫，一个一个做记录，做完记录以后一个一个抓来做绝育，然后你看他几年下来那个成效就非常的卓著。所以要看你做还是不做，你找志工，志工他没有，你有没有强制性，对不对？他跟你说我有看到三只，那就三只，你问他三只是黑的还是白的还是花的，他也没办法跟你，他不给你回答也没有用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今天可是今天如果你把他真的当作是一件你必须要去处理的而且很重要的工作，你透过李干事或者是李干事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或者做成一个绩效评比，把你各里看到的流浪狗、流浪猫狗全部都做统计，然后再来做一个一个的处理，我觉得这个比你弄什么其实是不是容我简单？就是最主要是协助我们一个宠物的登记，还有绝育的一个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个，比如说认养的一个动作，来协助我们政府单位来做一些后勤的管理，让它源头一个减量，那效果是应该会产出。已经预做报告，那我们也订定了相关的奖励措施在做评比。这个苏源主张这个预算是好，那我们先处理搁置。好，王如业，这个千万哦不能够搁置。那个副市长，我认为说哦，你们必须要横向联系。怎么讲横向联系？我也是动保志工，我底下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动保志工，你们叫他拿着这个单子去找里长、村长，叫里长承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里长以为他们是诈骗集团，你为什么不从民政局统一公文下去？现在我们动保处在处理、在推行什么，然后在宣导什么，让他们知道有这回事，对不对？然后让这些志，然后让这些志工很明白的拿着这个，拿着这些表格去让他们签署，要做这个承诺的，要做这个承诺。两位议员讲这个方法都可行啊，就是怎么样透过正常的民政局的管道来加强这种对对效率的改善啊。对啊，那
真的，你们以前，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跟你讲，真的让这些的志工哦去碰软钉子，哎，晚上的时候还有人报警，他要去做，他去要去抓这些的这个流浪动物去做绝育，对不对？还有人报警说有人要偷猫偷狗，是不是？你们为什么有正常的管道不能够这样子的下去？我想这个民政局的管道是可以帮忙来协助找到正常的，或者比较可信的一个志工来帮忙，就是双管齐下会比较好。应该要双管齐下，是不是？啊，不好意思，那个农业局下有这样做吗？我们将来会透过区政会议或区里智慧系统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做双向沟通，达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平衡。我跟你讲，以后将来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将来。这个计划执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怎么样，你就要现在就要开始计划执行的时候会这样来做处理，是不是？然后请社会局要来请这个，要来申请这个社团补助的，也请他拜托他能够去宣导，然后要来请经费，可以。现在经费很多啊，要叫他拿出有多少的民众知道这个讯息，有多少的社团知道这个讯息，叫他们签署嘛，对不对？你最起码签署一个名字下去，就多一个人知道你们在宣导什么。对，我想是横向沟通。我跟你讲，请那个附带决议，请横向联系。第一个是请民政局，第二个是请社会局针对的社团做宣导，可以吗？可以吗？可以。那个农业局请你们讲话吗？可以。好，蔡永芳议员。那个副局长，是，如果你要想要讲，还讲不出来呢，我请教你好不好？是，现在抓狗谁在抓？现在我们整个一个抓狗的部分，原来是我们公所在捕捉，现在整个一个业务已经回归到我们动物防疫处。我现在开始狗啊，专人那个动物处去抓，对吧？确定嘛吼？对。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这个桃乐动物友善城市，因的这个内容是啥？内容？内容最主要一个就是我们要降低源头的一个那个产生的一个流浪犬，那我们透过我们村里的一个志工跟里长来做结合，那对于整个一个我们相关的一个宠物或犬猫的部分来协助我们，譬如说像宠物业的宠物的一个登记，或是说我们家犬偏乡的一个犬猫无主的部分，那协助源头的一个绝育的部分来做提报。那另外就是我们动物案件的部分也来可以协助来做一些反应，再者就我们相关的一个动物的一个相关保护业务的一些先导的工作，也透过他们来跟地方来做一个融合。那当然我们认养的一个部分哈，就是协助认养的部分，我们希望说他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广为宣传，一起来共同认养，扩大整个一个绩效。那希望透过这样，我们是对志工这边哈，能够相关的一些奖励哈，希望说他能够大力的来跟我们协助，我们做一些评鉴这样。另外我请教，动保志工有偌济人？动保志工，我们现将来会，第一季的部分哦，我们将来会，马上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后，会来做一些招聘，目前还没有那个，先这个是计划的一个。在计划一部分，目前都无什么动保志工。延期归延期，我们这个是新的一个计划。新的嘛，哈，是。因为多迄个黄永儒议员讲的真对哈，其实我们民政的部分跟那环保的部分哦，尤其迄个环保局迄个环保志工，人数非常庞大，可以去结合，好不好？好。啊，既然有这个消息呢，不要自己唱自己的调了，横向的去联系。那我也想说，请那个苏翠玲议员哦，把这个搁置的动议收回，好不好？哦，那希望让这个业务哈。那个黄永儒议员的附带决议哈，就横向联系那个要做好，好不好？谢谢，谢谢。那本席的意见呢？谢谢。好，那么我们停止讨论。请问那个苏议员，那对这一个预算，请苏议员发言。不是。
个我个人觉得蛮好笑的。那如果刚刚如果这样讲啊，我不知道刚刚其他议员讲的那个逻辑如果成立的话，那其实那就透过民政局，透过环保大队那个志工大队就够啦，那干嘛还要再去什么用社团又弄什么那个什么志工呢？那我在讲，现在其实很多的动保志工，他其实是站在监督政府的立场，哎，那你再补助钱给他，这样是不是在摸头？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经费哦，真的是有点，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好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成效，对不对？台南市在那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参考，他没有花到任何一毛钱啊，他就是用他现有的这些原来的你们的公务体系跟制度去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我就不知道啊，那你现在做这个东西还要打造友善城市什么计划，然后另外再去培训，对不对？你刚刚讲的，你刚跟我讲的是你要再另外培训一批，对不对？爱护动物的一批志工。可是刚刚黄议员讲的是现在就有一批专门在帮这些流浪动物的一群志工，然后又有社团。到底你这个钱是给社团，还是你在成立环保志工，成立动保志工？所以你到底这是怎么给的？这笔经费的内容最主要哈，它有一般事务费哦140万，然后物品费的部分它是50万，那委办费是50万。所以嘛，你这弄得不清不楚啊，到底是给社团，所以你这里头又有给社团，又有你们要成立志工，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们这是没有给社团啊，这是在针对里长的部分。针对里长，对里长作为我们这个推动的一个据点。哦，所以你这个变成就是给里长的经费。对。那所以你看，你刚刚讲的又都不一样嘛。所以我认为我还是搁置，你们请你们把详细的计划，你到底你现在讲的，你看我们越问就越不一样了。你现在又是透过里长，你透过里长什么呢？是透过里长重新培训一批志工，还是透过里长原来就有的环保志工？如果原来就有的环保志工，那你就根本不需要了嘛。那讲难听，你这个只要编列那个奖励金就可以啦。你办公室只要找到一只流浪犬，我就给你多少钱；或者你只要协助这个流浪犬绝育，我就给你多少钱，对不对？包一桌就是这样的理念在做。你看，就是这样的理念。你看你现在讲的又跟刚刚讲又不一样了嘛。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给奖励金，还是你招募新的动保志工，还是你今天是给社团，还是你到底是给里办公室？对不对？你自己讲，我们每一次问，每一个议员问的，你好像都不一样。那到底是哪一个？对不对？说我动议还是搁置，请你把这个详细计划弄出来，顺便请你们再去好好的把台南市他们那一套办法，他们为什么可以有效的减少了这个流浪犬，在短短的几年当中，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我们桃园能不能去比照办理？对不对？比照办理需要多少经费？我们还是最主要是加强这个市主责任的部分。那个刘茂群议员，我问你，你这笔钱到底是给里长还是给志工？里长你是给哪些里长？给一里的里长。这笔钱最主要，他就刚刚有报告，一般事务费、物品费跟委办费。可是刚刚科长讲要给里长的啊。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推动是以我希望你们回答的能不能主要你讲的跟科长讲的又不一样。你这怎么会给里长呢？还有我请你们去抓流浪犬，我们抓到请你们去，你们都姗姗来迟，都不太愿意去，怎么会这样呢？那你们这个钱是给谁？有反应的案件呢，我们会及时来做处理。如果说我知道及时处理，我们抓到了请你们去，你们都说没有空，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很忙，这个业务单位，我正请教你们，你这个钱是发给谁？发给里长还是发给志工？我知道的，我们本身就有志工啦，应该是你们还是要再招募新的志工？不是，应该是各里的志工包含里长啦。各里的志工包含里长，你现在这个费用是说抓到了流浪犬给里长跟志工钱是吗？不是。就是在办活动的时候，他需要一些奖励。那请问你这100万，那你是给几个里呢？那是活动费，那不是。我知道你活动费，你不是说给里长跟志工？那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将来我们
会订定一个，比如说整个一个执行的绩效的一个评估。我知道你给几个里嘛，我们桃园县这么多里啊，将来有意愿要一起营造加入的部分，通通可以加入。加入。哎，那将来在整个一个。一个奖励的部分，我们会做评比，然后再依照整个分级来做一些管控。你是评比，并没有还决定给里长跟志工。里跟志工一起来，将来一起来。你这样，我请问你100万，那你是要给哪几个里？是比赛前三名的，是还是怎么样？会定一个评鉴的一个办法。那麻烦你把资料给我们，好不好？让我们都了解。你这样讲的，有的答非所问，你讲你的，科长讲科长的。我还是再建议搁置，你跟我们讲清楚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停止讨论哦，因为刚才苏议员呢，他主张要搁置这笔预算。那么，请问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有人反对哦，那么我们清点人数哈，我们举手表决哈。请各位议员坐好自己的位置啊，请坐好自己的位置。连主席29位。好，赞成搁置的举手。5位。反对搁置的请举手。17位。好，反对搁置。刚才那个请那个黄岩在那个附带决议，那个先给他主任，我刚刚有讲到附带决议啊，刚才附带决议就是横向的沟通嘛。附带决议，刚才黄议员是说，请民政局、社会局配合宣导，不是配合，要正式的公文给他们通知他们，要什么配合？配合没有强制性呐、啊。那个会议询问啊，那个王副市长，请问我们这个动保处处长哪里来的啊？啊，是哪里来的啊？业务也不清楚，又答非所问。你这里你们这个那个动保处只有几页的预算，你新来的你也先了解一下，你要来这个地方你是要做什么？对，你在这个位置上是做什么的？他是哪里来的？他刚报到了，所以他啊，刚报到还没刚报到，你就叫他请假，叫他站在旁边嘛。什么时候来报道？应该是上礼拜吧。上礼拜。最近对，上礼拜对。对，上礼拜还有2天的假日，你预算好好读一下嘛。你不懂的话，你也问代理处长嘛。对。然后一问三不知，鸡同鸭讲，对。啊，然后我们那个局长啊。真的你不竟然会通通了解这些业务，你也要好好的叫他好好的把业务了解清楚啊，是不是？啊，知道他来做什么的？他是来做官吗？啊，处长是几职等的？是不是？你是几职等的？是什么身份？什么资格？哪里来的？也没有介绍一下。啊，这个位置这么好坐啊，是不是？我是从副市长，你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是不是？黄简吉，我跟他闹，要把他赶出去，请你出去，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报告，报一座，他是黄简吉，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纪政这边，升任到我们黄一柱这边，那真的是堪忧啊。
动保处的业务堪忧啊。王副市长，这个人哪里来的你不知道，局长也讲不出来他是谁。他因为上礼拜刚刚报道啊，上礼拜刚刚报道，刚刚不打的，请你出去，请你出去。不好意思，那个我们防疫处陈英豪处长，他是从防检局这边的一个稽证哦，那升任到我们动物保护处这边。他是来做官的，防检局跟我们什么关系呀、啊？好吧，那我那个好，那个休息五分钟。
第几页哈？各位议员同仁，我们继续审查第五十九页。王汝议员的附带决议的意见，请我们的卓主任附送一遍。好，针对五十九页的253万3000元陶乐动物友善城市计划这一笔的，附带决议我宣读一下：加强横向联系，行文民政局、社会局办理宣导。以上。好，五十九页还没有意见。六十页有没有意见？六十一页有没有意见？王汝议员，没有，六十二页，六十页过，六十二页，王汝议员，请问哦，我们现在桃园市的宠物公园有多少？有多少处？我来，目前就只有芦竹一处。我请记政回答，代理处长回答。同意。报告一座。目前有在规划是芦竹一座，那明年的话预计在那个有几座？一座，已经在西在哪里？在芦竹那个南坎的那个那个西忠孝桥。我跟你讲啦，记者你也不合规定啦。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三元街那里的那个桥底下就有一个宠物公园，然后我们的朝阳公园也里面也有宠物公园，对不对？怎么会只有一座呢？啊？怎么会只有一座？报告一座应该是说我们目前要自己从新的从那个新的公园，然后要把它导入那个宠物，就是跟饲主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这些设施的新建的一个宠物公园。你是讲说新建是不 是？对。那目前有几座呢？目前芦竹这部分已经在规划了。我希望 我们那两座的公园，一个是在三元街桥旁边的，跟我们的朝阳街的那个朝阳公园的这两座，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编列预算，因为在目前为止也能够以这。也能够去，我跟你讲，那以前是号称是宠物公园，可是啊，到现在我看挂个宠物公园，然后里面任何设施都没有。包玉座，我们会去了解，然后会跟当地的来沟通，然后看看需求。跟当地为什么跟当地？我现在跟你讲就是很正式的啊。好，你等一下会后你也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两个宠物公园呐、啊，好，是不是？好，谢谢。啊，对准这个。好，六十二页还没意见。两位超议员，这代理处长哈，你这边有一个荒野绝育三合一巡回建制计划500万，然后下一页又有一个建制计划400万的车辆改装的经费，你可以说明一下。这500万跟400万的经费说明。资讯计划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说，针对那个偏乡的部，针对偏乡的一个部分哈、然后我们把它做所谓的捕捉，然后绝育再延放那些一个资讯系统的一个管理。那另外车辆的部分呢，是我们会找到大型的车去把它做改装，它上面适合做。所谓的绝育，还有像手术医疗，所以这是针对流浪狗嘛，对不对？是。所以总共会有几台车？会有两台车。那你下一页还有一个400万呢、啊？对，一个是资讯系统，一个是那个车辆的改。所以你两台车的改装总共要花多少钱？1500万。五百万。一个500万这边嘛，下一页还有一个400万呐、啊，那之前还有一个100万呐、啊，所以两台车总共花1000万，是不是？是。哦，这个经费会不会稍微偏高？一台车要500多万呢、欸？因为它必须要有手术的必要的一些设施。手术设备这么高啊？嘿，是。是不是把详细的资料给我们？因为针对两台车要花1000多万的经费，我觉得详细资料还是给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流浪狗的绝育计划，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部分的细节让我们了解一下，好，谢谢。好，谢谢。
好，那个张章秋议员。哎，你现在那个整个防疫处的人手有增加吗？上个礼拜报到了三个人，然后目前有增加，有增加。那你这个光这个巡回车，这里面应该就要用到兽医吧？是会用到兽医，所以对不对？那我们之前防疫所有几个兽医？我们正式编制里面哈是48个兽医，但是目前是37人。37个兽医。防疫所有那么多个兽医，我们都是公职的兽医的啊。对，那约雇的兽医就是专门做这手术的。那个局长，荣誉局长，防疫所有那么多个兽医吗？他们防疫所他们有必须要兽医师资格才可以来任公职。有几个兽医？三十。目前37个。37啊。37个。防疫处的所有行政那个兽医都是公职兽医，都是兽医。对。37个兽医，对，我们都是有那么多个吗？对，不是，那是防疫，都有兽医师的证照，都有兽医师执照，这样啊？对，因为我们这个你增加这巡回车的，这个都是必须要配置有兽医的嘛。还有那个处长，你新到任哦，这个动保处哦，是业务非常繁重，尤其啊，接下来的这个啊零扑杀哦。我想这个，除了说任务繁重以外啦，哦，这个还要承受到很多的这个精神压力哈，哦。我是希望说你是能够好好的赶快进入状况啦，因为这个位置绝对是不是做官的啦，这个位置真的是哦，坦白讲，这位置有些时候还不是人干的，哦，这个不小心的话，这个真的是会里外不是人，哦，这个很多都是被攻击的对象。不管你怎么做，都一定会被攻击，哦，希望说你在这个位置真的是能够赶快进入状况，哦，然后呢好好的做，哦，那这个执行哦，预算编列给你哦，你这巡回车有了之后，你要去彻底的去执行。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预算过之后，你这个车辆过后之后，我们希望说你的绩效必须要提出来。哦，不是说车子给你以后，然后到时候这两辆这么昂贵的车子就是摆在那边好看。哦，我们希望说这个局长是不是到时候这个每个月的绩效哦，你这个编列的这个车辆每个月的绩效都要让我们知道。是哦，我们希望说真的是你能够彻底的执行，哦，这个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啊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啊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好不好？好，哦。好，谢谢议长。好，62，黄汝议员，针对这500万哦，这两台的绝育车哦的500万哦，你们的服务的范围是在哪里？有限制吗？要说明一下，我们没有限，原则上是没有限制，但是他那为什么要叫做荒野绝育呢？我们是以先设规划是以偏乡为主，什么？以偏乡地区。对啊，那我问你说有没有规划？有是属于哪些地方可以用得到的？像我们山区的。然后是谁在用？这是我们的兽医师在用。那如果说像我们有像我们动保协会，常常到下乡去做那个动物的绝育，这个车可以用得到吗？因为目前呢，啊，我们都是借用这个学校或者是村里的这个村里的那个集会所使用。那如果有了这个车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替代？谢谢议员，我们这个是可以替代，可以配合啊，可以配合。什么时候可以上路？目前还在等车辆采购以后改装。处长啊，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呐，啊。是刚才赶你出去你也不出去，然后我们刘议员呐，啊，特别疼惜你，嘿，然后唱反调，对，那你要留下来，我希望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把这个预算能够搞清楚，是能够把你的业务弄出来，是了解清楚，可以吗？谢谢议座啊。是，谢谢议座。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哈，你不要谢谢我，你谢谢我的话你不去做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能够上路的时候麻烦你通知一下本席，
可以吗？而且你刚才讲37个兽医，你是把所有这个动保处的人通通有兽医资格的人通通算进去是吗？啊？对。你们动保处的办公室，我看从上到下也只不过是不到30个人，啊？你是不是连你办公室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是不是？不是。好，那你把这37个的名单给我，可以吗？好。啊？可以。37个兽医啊，那你是不是你本身是兽医吗？我是，我是。也是。是。好，我希望啊，你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要认真。你是来做事，你不是来做官的。这些毛小孩需要你，可以吗？是，谢谢一座。好，62页还没意见。过63页有没有意见？杨朝伟议员，给他，他今天都没有发言，给他3分钟。我早上有发言来的。不是，你那个刚解释的不清不楚，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的那个流浪犬或流浪犬猫的结扎啊？结扎部分现在目前偏向的部分都是跟活动中心或者是学校借礼堂，那你现在500万的部分你是要坐那个车子是直接可以马上可以来处理的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你只是要补流浪犬而已？你们现在讲的不清不楚，懂意思吗？我们购买这个车子哈，就可以直接开到那个偏远的乡下，可以取代那些学校的礼堂去做这些手术。你们有医生可以马上做这个手术吗？可以。好吧，那我想这部车是针对于偏乡嘛，你取这个荒野就表示偏乡的意思嘛。那我刚才特别提到的是说，因为像我们大溪也好，你们上在那边办，就是跟我们那个田心活动中心借那个他的场地来做一些犬猫的结扎的部分嘛。那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因为那个结扎的部分是有一定的程序，哎，不是你车开到马上帮这个犬猫做结扎，然后就给它丢到旁边，不是，哎，它有一段的时间呢，所以说你们这个预算的部分，我们非常担心说你们只是腐烂而已，没有真正确实能够落实哈。所以这部分既然已经编预算了，大家也希望支持这样子的政策，我希望你们真正能够落实，而不是说跟你们讲的跟我们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认为说你的犬猫的结扎是要先麻醉，再开刀，然后恢复，然后等等的一个建制，一个机构是一个上午的时间。是。那你这部车开去要马上帮着犬猫做结扎，可以做这动作，我是觉得好像逻辑上好像不大合逻辑哦。你是不是再说明一下？我补充一下，一座，我们是先做麻醉没有错，但是因为车上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无菌哈，它有经过消毒跟那个可以适合做手术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让它在车上可以操作。那至于他苏醒的时间，另外在地方找学校的空那个礼堂里面也可以。还是一样，你还是一样用到学校礼堂，用到这些活动中心嘛，是不是？那是暂时那个放置动物的地方了，等他苏醒。好了，我想大家都是爱护我们这些犬猫这些动物的这些，我们议员大家都很支持预算了。但是我觉得你预算编下去，最起码你解释，钱要给你用，你要说明一套。说法让我们能够说服我们啊，能够支持你的预算啊，而不是说了半天你说的不清不楚，我们也听不清楚，我们怎么给你这个钱啊，好不好？以后针对这个整个计划的部分好好的落实一下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林正峰议员。我本来是不爱讲话的，我听个效果我自己都糊里糊涂了，你知道吗？刚才有问你说100万偏乡是指复兴跟沿海地区，对不对？加钱跟加猫而已嘛，对不对？你要扯上流浪钱，流浪犬他自己跑来给你结扎吗？谁去抓？你要抓结扎要放回去吗？你们没有收手吗？你们越来越迷糊了呢。流浪犬抓人家收的东西去手术就好了，在收上手术干什么？流浪犬不让给啊。刚才讲加犬加猫偏向地区，我支持你嘛，对不对？啊，流浪犬要抓到我们收手去开刀就好了、啊，又不能放回去啊。所以解释清楚一点，不要迷迷糊糊。我听解了，我还讲回，我起来讲回，在不在？对不对？你说你们解释对吗？第刚才解释说是加犬加猫 ，NIP 偏远地区做些结扎手术，对不对？你要流浪犬，流浪犬就送到收容所就好了、啊，对不对？不好意思，那个流浪犬部分，我们另外有跟动保团队对嘛来合作，不在这车上去结扎，对不对？谁抓给你呢？对。
啊，这个是针对你也抓不到的。所以说解释清楚一点啦，所以人赶你出去不是没有道理的啦，好不好？谢谢于总。好，63页有没有意见？过。好，接下来动物疾病鉴定防治工作，预算金额1638000元，页次64到68页，总共有5页，从64页开始。好，64页有没有意见？65页有没有意见？66页有没有意见？67页有没有意见？68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动物管制工作，预算金额2449000元，页次69到70页，总共2页，从69页开始。69页有没有意见？70页有没有意见？王如意言，王如意言。70页哦，急难救助动物医疗品质提升计划，这计划是做什么的？不好意思，是要补助哪些单位？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急难救助队分成两个区，北区跟南区。那如果说在假日有动物受困的话，或是在非上班时间有动物受困的话，那个我们急难救助队接到通报就会先把它带到临近的动物医院先做一个处置，然后等到上班时间再把它送到收容所，或是说有没有特定的对象？比如说有是属于家犬，或者是有晶片，有做过 TNR 的，有没有特定的对象？是针对就是民众通报在外面在野外有受困的。所谓的外面是什么？就是家户外面。什么家户外面？是不是？那常常有人把猫丢在那个什么，丢在水沟里面，整窝整窝的。这个也是。然后在那边哀嚎，是不是？救援的对象，对。啊？这个也是整窝，也是我们救的。这个也是。是。那处长，以后我都找你哦。OK， 是。啊。可以。是不是？这个预算就是用在这里，然后要送到什么地方？跟我们合作的动物医院，送到动物医院，不是送到动保处，不是、啊，这个要经过医疗跟救护。那你这样的话，这个经费够吗？还有再下一笔哦，你这个夜间动物急难救助业务劳务委外，你是委外谁？有多少的动物医院晚上有开的？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劳务委外是人力派遣公司，有一个人一组三个人这样子晚上。人力派遣公司，对，他去什么样的人力派遣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他是夜间急难救助业务，他就把那个动物带到那个配合的诊疗的医院。我跟你讲，这笔预算我很感兴趣，而且我希望你能够很明确、很明白的把计划弄出来。那个主席啊，这笔预算暂时搁置。好，那个王如议员主张夜间动物急难救助业务劳务委外的部分129万6000元，他主张搁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搁置。70页还有没有意见？过。好，以上农业局预算审查完毕。接下来是都市发展局。好，那请农业局那个离席。好，都市发展局的预算书在第22册。22册，都市发展局第一笔预算是在22册的22-01-22页。22-01-22页。好。各位议员，第一笔预算是一般行政管理，预算金额9478万3000元，页次22到25页，总共有4页，从22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好，各位议员对22页有没有意见？23页有没有意见？24页有没有意见？25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都市设计工作。预算金额1億4523萬6000元，页次26到28页，总共有3页，从26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
26页有没有意见？27页有没有意见？谢张文议员。啊，那个请教一下那个卢局长啊，那个有关27页啊，就是一般事务费用里面，有一个800万的，就是都市重点地区哈、啊、环境美化等相关的这个经费，是不是请你说明一下？好，那个什么叫做都市计划区内一些重点的区域，你要做那个美化？好，这两类哈、啊，第一类就是以前我们市府有做过的一些景观改善工程。大声一点，听不到。以前是县市府有做过的景观改善工程，比如说市校的大池啦、大溪永昌皮啦、新香皮这些的修缮费用靠这一笔。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型活动，像这个地景艺术节，地景艺术节它里面有个社区小旅行，啊，那我们会去透过社区推荐的小点，那也是用这笔钱去做。像这一次我们在巴德那个一个技师工业的土地，他们愿意释放出来给我们做小旅行的据点，那做得很好哦，大概都是靠这一笔。不是，那个局长哈，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哈，你刚刚讲的就是配合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费是配合那个地景艺术节，对，好去做这个那个绿美化的这个工程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单列出来，因为地景艺术节它毕竟是一个所谓区段性的一个活动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你有很多的那个，比方说我们12个行政区加上一个复兴乡，其实有很多哈都市的那个景观，特别是公共设施，那个比方说公园的这个部分，好，绿地还没有做征收的这个部分，事实上闲置在那边，那地主呢，他们对于闲置的这些土地，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去做一些管理的这个工作，那因此呢，在这个都市景观上面呢，其实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妨碍啊。那我是觉得是说，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你要不要去做一些清查？有的地方事实上是杂草丛生，那个树啊长得比人还要高，那里面呢也堆置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哈。那既然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去筹措充足的这个财源去做这个征收的话，你至少要协助地主去把相关的这个环境把它做好，否则的话也会造成地方上治安跟环保的这个死角嘛。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哈，你这个计划呢，我个人是认为哈，你要重新做一个这个调整，因为你地景艺术节归地景艺术节，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系列活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活动嘛。那我觉得你把它混在一起，那对于长期以来闲置在那边没有征收的这个公园绿地的那个所谓绿美化这个工程，我们是不是也要善尽一点责任，对不对？因为有时候那个土地面积很大，地主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做一些维管的这个工作啊，是不是？这个我们那个好，如果那个未征收土地，那地主愿意同意让我们整理开放使用，那也是好事情，这也可以纳入，是。对，就是这一部分钱，他们做环境整理跟简易绿美化，本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是，可以。啊，钱不够，我再跟公务局商量，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好，第27页还没意见，陈美美议员。谢谢主席哈，局长，我想请教于哈，这个0279的一般事务费哈，办理社区环境营造所需的经费，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吗？是针对目前已经有的社区改善，还是？大部分就是社区，他们我们多年来一直有对社区那个小额补助啦，10几20万给他做故宫购料，那比较大的案子他们就没办法，那要用采购他们就做不到了。那以前有跟我们澄清说，那你们来做，那好，我们接受。所以这笔钱是所谓的我们市政府自己来执行的。那后面待会那个各位议员会看到后面还有一个补助预算，那就是以往都有的对社区那种故宫购料的补助，都是做社区营造环境改善工程的。一个就是自办，一个就是补助，大概是这样。那目前有整个桃园有多少个这个社区？我们以往已经做个几十个社区，好像46个社区都有。
都做过了。那这社区很多啦，所以我们慢慢在推广，让更多社区参与，能够自己去出力整理自己的环境啦。很多墙壁、水沟、荒地那都没有整理，那他们也很愿意，那就由我们来做补助。可以会后把详细相关的资料给我们吗？好好，这个有资料。好。27页还没，黄婉如议员。那个局长，我请问你哦，你这上面所谓的社区的定义是什么？一般像社区发展协会啊，那或者是里长代表帮他们出面，那他们就可以写计划书，写计划书说我要做哪一个点。那土地大家也都同意，那由我们来审核就可以给他补助。现在已经没有代表了。不是代表了，就是里长出头了。只要每一个里办公室的社区发展协会，那也可以，那可以出面都可以。对对对，并不是包括我们一般所谓的大厦公寓的社区。不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建筑物的大厦公寓。那大概补助的状况是怎么样？大概额数是10万到30万呐、啊，像他们有些做墙壁美化、啊，前阵子好像在屏镇，好像好几位议员也有到，那做的不错了。他们就说，那个政府工资也到不了，那他们自己愿意 DIY 自己动手整理环境，那个就很好。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社区营造，那不是公寓大厦哦，公寓大厦另外有预算，不是公寓大厦、欸，你要弄清楚。那今年执行的状况呢？今年有多少？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科长？报告，今年收营建署是补助950万元，那个部分是目前还在就目前还没有甄选社区，那一部分是目前在委托中原大学去办理。怎么又跑出一个中原大学了呢？怎么又跑出一个中原大学？我来说了。对啊，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办理那个社区环境营造所需的社区环境营造所需的经费啊。对对，我再说明一次哈。主席啊，这笔预算要搁置，因为局长是说要给你办公室，哎，来申请，然后这个科长就讲说要委托中原大学来处理，那到底是委办费委托全部给中原大学处理，还是怎么样？科长说错了，希望你们能够弄清楚。科长说到另外一笔预算，局长，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因为你如果了解的话，你刚才直接就可以跟我答复了，你不会叫科长去解释。我是说案件数、啊，所以主席啊，本笔预算暂时搁置。好，希望能够有明确的答复。好，那我们先处理黄婉如主张的办理社区环境营造所需经费1000万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好，林丽玲议员。好，因为哈、哦、这个社区发展协会里面哈、哦，当然有一些要修缮的啦哈、哦，所以说我们都有用到这笔经费，这个我是可以证明的啦。啊，因为我现在请那个局长讲清楚一点啦，时间给你讲清楚一点，跟我们大会讲清楚一点啦。好，好，是这样，这个是今年新编的预算，以往年度没有哈，以往年度的预算在后面待会那各座一个议座会审到的。我先讲这新增的，新增就是额度比较大的，它必须动到采购法的，那社区是做不动的，嗯，那所以由我们来做，但是也是做在社区里面，也要他们同意，地主同意就同意，由我们来做，这叫自办。嗯，那科长刚刚讲的是往年都有编的。啊，从城乡化补助，那个就是补助预算，嗯，不是我自己用，是补助给社区自己去做的。那这个案量蛮多的。那我刚刚是请科长讲一下说，那个执行情形，今年速度会比较慢了、啊、哈，就甄选还没甄选到，刚甄选到叫中原大学，就是代办机关了、啊、哈。那我是请科长说一下往年的案例就蛮多的，所以刚才是我们没有讲清楚，这都有案例可循的，这也不是第一次编的，后面那个补助预算是多年来都有，那这一笔是。今年才有的，啊，就是大额由政府依采购法发包的，由我们来办的，那都是做社区营造的工作，也是给这个社区，也是给我们社区做的，也是社区来申请，哦，是由你们帮我们发包这样子，不是由我们跟那个区公所那边来申请的这一笔经费这样，好，那我听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听得清楚，谢谢。好，谢谢张伟议员。
谢谢主席哈。那个有关于那个本笔1000万的这个预算哈，我还是主张那个搁置哈。那搁置的理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什么资料呢？第一个哈，你刚刚讲就是说是由我们局里面来置办嘛，对不对？来代社区执行，他们提案我们来采购。对嘛，就是你们来办理嘛，他们提出需求嘛，对不对？你们来负责执行嘛，哈。那所以呢，我要拜托那个局长哈，那个搁置以后呢，你们提供什么资料呢？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社区，好，或者是所就是申请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人，好，就是对象你告诉我们。第二个呢，申请的这个额度有没有限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申请的项目有哪些，好，申请的项目有哪些，然后你那个补助的那个条件到底是怎么样，好，那我觉得应该要把它说明清楚。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这个执行计划呢，要让所有可以符合申请资格的人要知道这个资讯，也就是你这个资讯必须要公开透明化啊，否则的话你说这个新编你到现在你有没有就是说到各村里或者是各社区去做一个这个宣导？当然你刚刚讲的社区不是指的所谓的那个社区管理大厦那种社区嘛，对不对？是类似村里那样的一个聚落的这个社区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哈，这个预算哈，你还是把相关的那个执行计划哈送给我们了，那我们再来做审议好不好？因为也许可能里面有一些条件上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需要做一些修正。所以主席啊，针对本笔预算哈，我也同样的主张哈，搁置好不好？谢谢。好，那么我们停止发言哈。我们对于针对这个社区环境营造所需经费1000万，那么我们谢章文议员以及黄婉如议员主张搁置。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议员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过。27页还没有意见？28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综合规划工作预算金额1886万3000元，页次29到31页，总共有3页，从29页开始审查。对议员，29页有没有意见？黄如议员，20页。29页通过。30页，黄如议员。那个30页哦，办理看见桃园空间规划系列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哦，这个是一个那个一个 forum， 就是一个那个我们讲的论坛，那个就是这个叫做那个论坛会议，100万的，就城市发展，我们会找国内以及国外的学者专家，我们定议题。那么当然我们会提出我们桃园的一些看法，那么透过交流的活动，像是啊，这是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要用到这么多钱吗？里面会总共要办几场？我们目前是一场的场租跟我们付的演讲费，那么是看，当然是如果动到国外的学者专家，就钱就比较多了，国内大概就不用，大概是2万块。国外的学者能够看到桃园。对不对？远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是吗？也啊，我们会设定主题的，那找相关的这个那个学者专家来了。主席啊，这会认为说这笔预算不需要这么多了，砍一半了，50万。哎，不是，你一场座谈会你就要100万，这是要怎么用的？你倒不如把这个经费去问问。做调查，问问看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居住的环境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有什么需要加强的。我爱我家乡，对不对？你叫外国的评审，请外国的人来，一个座谈会要花100万，是不是有点浪费？通常不会是像是开会这样一场，那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是不是通常是一个中型的这个国际会议的形式，的确要花一些文件的印刷。我跟你讲太多了，不需要删掉一半，50万。好，黄如议员主张看见桃园空间规划系列活动删掉一半的预算50万。那么，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
没有人复议。那不成案的话，各位议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那黄锦熙议员，席，我想看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影集啊，那么由吴念真那么做旁白的这样的一个影集，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哈。那么这个看见台湾如何在这个哦，看见桃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是否请局长啊更详述的说明这样的一个中型的一个啊这个会这个展览会啊，那么的整个流程，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重要性，甚至说我主张先搁置，那么然后呢，让所有的议员都知道这样一个看见桃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精髓啊，后来我们再来给他通过好不好？好不好？所以说主席啊，我主张搁置好不好？那么我们先处理搁置案，那么有关这笔预算100万，黄锦熙议员主张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复议？有没有人反对？好，过。30页有没有意见？31。已经敲了。31页有没有意见？林正峰议员。请问局长哦，是你那个1250万，那你台铁地下化都市计划变更首期经费总共800万，那台铁都市计划，台铁案过了吗？是过了要办还是没有过了要办？应该会先提前做规划。好，我这是一百。如果这个案没有成功，还要研究规划吗？没有，他没有通过，就是不会发布实施嘛。但是啊、不会发布实施还要办理都市计划吗？变更吗？没有过当就不用。对啊，他说就按、你现在变下去。啊，如果没通过就不能用啊！你现在变干嘛？其实我跟议员报告哈，我自己的看法了哈。像比如说大家常讲说铁路交化不能高架地下都一样哈。像内力站，很多人就提到说前后站的发展，我是觉得应该先不是啊，不是啊，那先不要做都市。你台铁地下通过，我不反对你去办都市计划嘛，所以就附带决议。铁路地下化没有通过，不得动之，好不好？通过跟你做嘛。等一下我说出去钱就花掉了，对不对？啊，铁路地下不通过，你的钱花掉了，怎么可以呢？虽然全部都有800万而已啊，我提附带决议，铁路地下化没有通过，本来不得动之，好不好？哦，公多啦，你不要乱搞。好，那个，好，那个局长，你说明一下。那事实上，跟余主播，其实高架也要碰到这个都市计划，地下也要碰到都市计划。我说实在的，啊，高架连通，那高架连通周边的土地跟土，它以后就不叫车站用地，它叫车专呢，还是？这个，那我们修正一下，改立体化了。说实在，这个是对地方有帮助的都市计划，不是。立体化，好不好？我看就请议员帮忙，是不是他文字修正可能比较更适合？是吗？好，那包括我们把那个地下化改成立体化，立体化，哎，这样包括各位议会能不能同意？就是地下化改成立体化的都市计划变更这样。沿线各站，嘿嘿嘿，都会用到这笔钱。好吧。好，各位议员对文字修正哦，请那个我们的卓主任。
念一下给各位议员了解一下。好，我宣读一下125万的文字修正，修正后是办理台铁沿线各站立体化都市计划变更案所需经费。好，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那么30页还有没有意见？接下来是都市计划工作，预算金额2184万9000元，页次32到34页，总共有3页，从32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三十二页有没有意见？不，33页有没有意见？李议员。好，谢谢主席给我机会哈。那个局长，我们这个第33页哈，最后一笔哈，1350万哦，配合本次重大政策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就是通检哈。我想知道说，我们几个计划要做一个通检，如果还不清楚，那我们请游科长比较了解了哈。游科长来回答好不好？好，不然就请游科长，我们现在有几个都市计划做一个通检。报告已读。目前我们在这个总共33个都市计划区里面哦，大概有26个左右的都市计划，目前都在通盘检讨当中，有一些在我们市的这个阶段，有一些已经进到内政部的一部分。所以这次这么多的一个都市计划，需要这个委托经费嘛？是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业务，就是说我们这边是包含说有配合重大政策的部分要做通盘检讨，还有个别个案的都市计划变更的部分，所以这个经费的部分 是包含。好，你讲到个案的都市计划的变更，那我请教一下哈，那我们桃园内坜间的中冠路的这个都市计划哈。关于在中路地区的一个公园绿地的提升，我们这次有没有纳入检讨计划？跟一座说明了，大概，这个一座关心的这个公园用地的这边，我们已经在目前的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专案通盘检讨里面，已经来纳入做一个检讨。有纳入了吗？有来纳入做一个检讨。那有关一些市场用地哈，不需要那么多市场用地哈，该移拨给蓄地机关的，也会在这个通盘检讨的部分哈，来做一个变更吗？我们目前在专案通盘检讨这部分，有在过程当中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机关，就例如像市场用地的部分，我们也有请经发局大家来，就是说我们针对有需要的部分，它还是会这个经发局会按照未来的部分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划。那我们会针对没有需求的部分，也有来做一个相关解编的一个规划。这个部分有来做一个检讨。通检里面的细节里面都会提到这个部分。是有在做处理。我想我特别在主张哈，这个我们把桃园内坜间的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哈，在我们中路地区的第二公园哦，预定地哦，是不是说积极来纳入这个委托案里面来做一个积极的一个评估来落实哦，让我们的桃园的一个绿地比哦，人均哦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原则能够落实，这样可以吗，局长？卢局长有听吗？是，好、哦，那科长，所以说你这次在计划里面哈、哦、所提的，你有送到我们行政院哈、哦，是不是送到内政部了？有送的嘛？它原则上已经确定了嘛？送内政部的部分是我们针对专案通盘检讨的这个公共设施的部分，它有一个原则的部分哦。那这个原则的部分已经在内政部做审查。所以在争取的都是所谓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希望提供我们更多的绿地空间，好不好？好，谢谢。这笔预算我想这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但是要落实执行以符合市民的期待，好，谢谢。好，周玉琴议员。请教一下哦，那个你说这个本市重大政策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其实我们桃园地区很多都市还是没有都市计划，还是没有通盘检讨。像杨梅地区的都市计划，已经几十年了都还没有通盘检讨过。这个，那个明年会不会办理啊？跟议座报告，在杨梅的部分，目前杨梅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已经在内政部做审议了。杨梅的都市计划的部分，那另外哈、哦，这个有关这个富冈枫野的一个部分哦，我们目前也草案已经研制，那大概我们已经近期的部分也可以在近期内，我们会再做一个开始进行公展的一些作业。这还要几年的时间？这个。应该短期在这几个月内，我们大概因为我们草案的部分已经大致做过相当的讨论了，所以应该是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大概就会有一公展草案就会出来的。有结果再通知我一下，是好吧？公展的时候一定会通知这个议座这边。然后呢，我们本市也是很多的都市计划道路，有的是既有的巷道都没不是都市计划内的道路，那要怎么来做变更啊？
这个我们在通检里面的部分哦，大概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这个会寻求跟交通局还有公务局这部分我们会来一起做一个研讨，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要看他当地的这个交通系统的部分是不是这部分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同时也会去调查周边的这个建物的状况，如果有机会我们在通检里面都有会去检视说这个有一些现有巷道的部分有没有机会把它做一个计划道路的一个划设，这个我们都会在通检里面会做一个再做一个比较细的一个检讨这样。其实都市计划有的也是做得很奇怪啊，其实有的是巷比路还要大啊，像是都市计划是20米，这个根本没有必要嘛，而且后面也是不是一个城镇嘛，也是无尾的路，没有尾巴的路啊哈。那个这个要怎么来做修正啊？也要很久的时间吗？因为一般乡亲都在问啊，你像做20米道路，他们的房子都没有办法合法吧？你这个会不会做个修正？这个我们会通盘的再来做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具体的讨论。那、如果一座有具体，就是说有特定的某个部分，也请一座给我们这样的讯息，我们来做一个调查。是，我知道上次一座有提一个，那这部分我们会来再做一个研究。好，那再麻烦你、哦。是，谢谢您。好，李淑珍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我还是问科长好了哈。科长，刚刚看到这个本子上面写那个重大政策的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哈。那这笔1300多万里面的那个所需的一个委托案的所需的一个经费，包括有没有包括巴德的地区？没有，这个是不限定。巴德有吗？不限巴德都没有。不是。那你中华电信跟那个茂联仓储都没有在通盘检讨吗？报告一总，茂联仓储的部分已经发布实施好。那中华电。茂联的这个部分已经发布实施好。那另外这个中华电信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巴德大南的这个通检的部分已经在那个案子里面处理了。那我们上次重新公展之后，目前剩下最后的阶段，我们也把资料人程的意见已经送到内政部的部分去做讨论。那内政部应该就是他之后开大会之后就能够确定这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审定，这个都市计划的内容。那接续的部分，我们其实这个地政局也已经在编列明年度的这个重划的这个预算的一个部分来做后续的一个办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在目前这个通检们，我们已经把它做一个好的。那谢谢科长哈。我想那个中华电信跟茂联仓储是非常重要一个地区哈，因为我们巴德的国中只有2所半哈，现在欠国小，13乡镇里面我们的国小是最小的，最少只有9所而已哈，人口数已经破了19万，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中华电信要新增一个国小，还有茂联仓储要做一个永丰国中哈，所以希望局长跟科长加把劲好不好？啊，谢谢。好，林正峰议员。让你坐下，科长，请教你，你们业务除了我们本市的重大政策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以外，那如果中央办的通盘检讨，你们要不要参与？目前中央办的检讨，六项林口这些，我们都会在过程中都会参与的，是有关系吗？是。那上个月在龟山开了第四通检讨会，你有去关心吗？有，我们有同事有就有。那你对他们公布这些内容，你有意见吗？就不能对通盘检讨内容你有意见吗？你们桃园市政府有没有表示意见？有，我们针对有一些，例如像是我们有一些工业区的一些，我个案不谈，谈四五的通案。我告诉你，我讲比较快了。我们建议说，以后通盘检讨，变更拟定机关改为我们市政府，对不对？是，我们、他们已经同意。对，所以在这一次的变更草案里面，已经是对是。啊，同意它的期程，你们知道吗？内政部接事是到110年，我们市政府接管是115年呢，你看到没有啊？还要等10年呢，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报告一做，它调整的那个应该是计划年期，对啊，要年期对啊，因为我们都市计划哦，它一定要针对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一个计划。那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通案性上面配合中央的政策，我们每一个都市计划上面都是把计划年期往这个115年调。那我们说不说接管呢？所以，这一次通检结束之后就会进来，而不是说一定要到115年才会回归我们这边。其实这一次通检，因为它是直接是在这个年期不必帮我们定嘛，我们自己计划，我们自己定年期嘛，对不对？你们表示意见啊，年期缩短啊，不然你不到115年你不能办啊。
所以说你看应该可以反映嘛，对不对？啊，不是，一座就是说计划年期是这一次的检讨的时候是把它调整到计划年期，那所谓通检就是说它这一次通检结束之后，法令的规定是每3到5年要办通盘检讨，所以说这个影响吗？是不受这个115年，不是说115年才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作业，不会受到这个部分的一个限制。其实你们要建议一下，不要把它拖那么久，要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那请教你龟山三通什么时候完成？龟山三通哦，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公告征求意见了，那目前也在做这个，因为它这个过去是纸图嘛，我们现在这个书图重置的部分已经在做相关的这个什么时候会完成的部分。我们会紧速来现在在市府还是在内政部？现在在市府，现在在市府拖好几都有，我上任以前就送到现在还在市政府里面。应该是说他前期先在做这个书土重置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已经都没有公园了，为了这个计划耽搁住了啦。我当地我就同意了，公园变更为住宅区一半，对不对？现在几年了？10年了呢？10年呢？105年通过，95年通过的啊。所以你们加快脚步好不好？是，我们会积极来办理。好，谢谢。好，陈美美议员。谢谢主席哈。局长，也是有关于哈，我们这最后一条哈，配合本市重大政策和办理都市的这个部分呐哈。那像我们桃园这个铁路地下化哈，也是市长上任以后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那目前中央的部分到底核定了没有？因为这后续的因为之前的哈，这周边的这个铁路哈沿线的这个土地啊，哈，有要说哈，要重新讨论。那目前这整个状况是如何？应该是我所知道，它是循程序，好像交通部通过要送行政院做审议，是，就是铁路地下化的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要报核嘛。那现在进度是做到这个部的部分是 OK， 要到院的部分做审查，是。好，就是那边通过之后才会办理周边的这个土地的部分。对，对。但那是可以提前做规划了。好，提前做规划。对，有关都市计划的部分可以提前检讨，不然会又慢了嘛，又慢一年了。好。对。因为之前这整个都停顿下来嘛。是有一些这个，对，是有时间，有慢下来。我是希望说哈，这个会后哈，那你们目前哈，针对这笔预算的话哈，目前有哪几个都是就是相关的计划哈，这笔预算已经在要执行，或者明年度哈要计划执行的。好，我补充，像去年啊，去年我们就跟军方谈好，像那个大溪埔顶转运，那个要做都市计划，那就是靠这笔预算来支撑过去。那像到明年106年一定会有新谈出来的案子需要这个重大政策都需要变更，通常就是放在这里，有些是还不确定的，还不确定，但是当他要时他就需要经费，就靠这一笔重大的经费来做这个度假的办理。我是希望会后哈，就是说今年度哈已经在执行的，还有明年度预计在执行的哈，这个明细哈可以给我们吗？好，我能够已经确定预估了，我会先提供。那有一部分还没，好，有一部分还没。好，其实我们又跟军方谈出一块地，他愿意跟我们整理开发，那就纳入。好，那会就叫新增案件，实际上。好，谢谢。好，还没意见，谢张文议员。好，那个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哈。我想这个有关于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这个部分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其实对民众的这个权益，还有我们市民的这个生活品质，事实上是影响很大的啊。那我也认为，其实都市计划如果你能够把它拟定得很周全，那对于那个地方上的这个发展，事实上是有很重大影响。那以我们平镇来说，我们现在平镇哈，就是有横跨了4个，就是我们就包含了4个都市计划区。那每一个都市计划它公布实施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那最早公布实施的啊，就是民国65年，那到现在呢，事实上啊已经超过40年的这个时间。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我在总咨询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有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我们因为政府裁员的这个不足，那所以呢就闲置在那边，长期以来闲置在那边，没有去做这个征收的这个工作。那我想内政部营建署，甚至是包括监察院，那对于我们地方政府哈，就是长期以来这个区块呢做的不足的这个部分啊，都提出了这个纠正。那也希望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这个方式啊，比方说有的部分该解编的就解编，特别比方说像学校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因为现在少子化非常这个严重，有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用地可能不需要继续再存在，必须要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这个方式呢，把它去做这个解编啊。那我希望哈，我们能够快速一点，因为前些时候看到报纸上面啊，就是以我们桃园市来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快的这个部分，就是就是学校用地的这个释出嘛啊，那我们就把这些学校用地，或者是军方的这些就是闲置的这个营区的这个土地，拿来做一些四个球场的这个设置。那我认为这个还不够，你应该要再赶快的再加紧脚步啊，因为毕竟有1890多公顷的这个土地啊，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处理。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都发局哈，其实责任重大啊，要赶快把一些土地还没有征收的这个部分啊，赶快还地于民，让我们每一块土地呢都能够地尽其用啊。那这样子的话，对地方上发展来讲啊，才是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效应啊。否则的话，你编那么多的这个预算，那我觉得也非常非常这个可惜啊。那这是那个第一点建议。第二点呢，有关相关的，比方说像我们平镇社火车站啊，你周边的一些都市计划的这个通盘检讨，你到底已经进入状况了没有？如果没有进入状况的话，你到时候等到那个就是铁路地下化，那要在平镇设站的时候，你再去启动都市计划变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照办，好，谢谢。好，各位议员，徐艺术议员。好，谢谢主席。针对哦，这个1350万哦，我可以动议把它删掉吗？我想把它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预算哦，每一年你们编，我是不叫其他区域啦，但是以你们那种进度啊。就以龙潭来讲，像那个石门都路计划几十年摆在那里从来都没有动，也没开会。昨天你们开了一个会在市府二楼，这个莫名其妙找了一群这个陈情很多案子的这个民众，针对哪一个案哪一个案哪一个案，也通知我们议员去参加开会。我进去之后，委员你们府内的一群人，我告诉你啊，议员是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站在那里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觉得很好笑，你知不知道？然后你们的人员竟然还质疑说，我要参加哪一个案子？所有昨天的案子都是龙潭的案子，现在你们做事情都是门关起来做的，是不是？民意代表不能去看，虽然你通知我，也许是其中一个案子，但其他的都是龙潭的案子。我不能每个案子都了解，到底民众的陈情是个案，那但是我们的考量基于区域性，整个甚至跨区应该要怎么样来，我们会提出应该要有的应该有水准的建议。你们竟然认为说我们去，那你发文给我干什么？你发文给我的时候里面连我们议员的椅子都没有，你发文给我干什么？好，这对不起，我没有应有的好的服务，所以我们一我真的搞不清楚。石门都市计划到现在已经几年了，连西部计划也没有，那个地方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荒凉？就是因为嘛，你们根本就没有在动嘛，是不是？你们柿子总是挑软的吃，那个地方已经几年了，
你现在准备怎么做？这个报告一周，不然跟您补充说明一下。第一个是前两天的会议上面，应该是我作业科这边在安排上面联系我这个同仁这部分我没有处理好，这个部分要先跟这个一周致歉。那另外就是这个龙潭的部分跟石门的部分，事实上现在都有在进行这个通盘检讨，我们预计应该在这两个都市计划区大概再开一至二次的专案小组部分，我们就可以提到市大会上面去做一个讨论。那之后我们就会，这两个地方现在的进度还有下一步该怎么做，拜托你们给我书面报告，谢谢。是好，休息20分钟，到地下室吃点心。
分页送给三人。继续审查都发局的预算22-01-33，各位议员，陈志文议员。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言，因为齁刚才局长有提到我们埔顶嘛，对不对？齁埔顶重划那个就是重划的相关的一个计划嘛，齁那我想请问一下，在1350万的一个编列预算的范围当中，齁我们有关于我们埔顶这一块重划区的部分，通盘检讨的部分是占是多少比例，然后现在目前的进度可不可以请科长回答，谢谢。跟议座报告，这个埔顶的目前我们的进度已经提过一次，我们市大会目前在我们市大会做一个审议当中，哦，那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大概在我们大概在大会在近期在做一个讨论之后，后续就可以这个通过之后，我们麦克风可以拉过来一点没关系，今年年底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我来说明了，是那个案子今年年底一定会完成这个市都委会的审议，那么再送内政部继续审查。好，今年年底。那在这边哈，因为既然编列有预算有涵盖在我们那个埔顶重划区嘛哈，然后因为你们也有编列预算，我现在在这边哈是提醒，好提醒贵单位，我那时候会刊的时候，因为我们后面哈有一个太武新村嘛，对不对？那当然太武新村就紧邻着我们那个埔顶重划区的旁边哦，我们那个通盘检讨的部分，目前那个在做那个转运站的部分嘛，哈，对不对？啊，因为就在那个地步就在它的旁边，那未来会不会在检讨的时候一并来去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规划？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都知道，那个预定地未来是我们埔顶转运站，然后也是我们的那个国民住宅嘛，哈，国民住宅的一个预定地在这边。那未来表示我们的固定人口跟流动人口会增加，那又加上后面呢？那个文化局那边有在推动一些太武新村一个眷村改造的一个相关计划，所以我在这边提醒说，贵单位未来在做这样子一个检讨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跨区域的来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讨？那未来的话，可以整个在我们的埔顶地区来讲的话，不管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固定人口的一个增加的同时，好，我们可以多增加几个面，好，来去这个提升我们在地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繁荣。好，是跟议座报告这部分哈，就是太武新村那附近，大概因为上次会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一些是这个住宅区的部分，也涉及军方的一些协调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跟这个文化局一起来讨论哈。那这个不过在埔顶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因为主要是针对埔顶营区的这个开发的部分，但我们会透过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我们有针对一些交通的这个道路系统，希望串接我们邻接的交通系统部分，而且也可以在埔顶营区这里面有一些公共设施，例如像绿地的一个提供哦，我们希望同时并进，在这个计划区里面做一个处理。那同时文化局那边我们也会一并来在做跟他做一并的讨论，这样。是。好，许清顺议员。好，谢谢主席哈。啊，我问的是0279哈，就是400万的办理南港都市计划1/1000的 GIS 地形重测哈，这个经费哈编列，我看是第一年编400万嘛，那第二年、第三年总共编了1500万，你可以做说明一下吗？是，跟议座报告，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准备在这再过2-3年，大概我们南崁都市计划区就会理解到要做通盘检讨。那目前我们这个通盘，我们目前的这个现行计划案里面，因为它的地形图很比较旧，是90几年所测制 的，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配合。是几年到现在？九十还是？九十四年测制的，就11年就对了。哎，对，那个是比较久的地形图，所以我们针对未来要开始，就因为要进入下一次的通检的时候，我们希望把这个部分的这个地形图哦做一个更新，把它做一个现况上面的一个处理。好，谢谢啊，那个完了以后资料要一份给我哈。还是好啊，第二条就是1350万了，这个啊，我们通盘计划检讨的委托案哈，那我们卢主任哪几个案子？
这个案子，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全市哦，那不过大概我们目前预期到就是大概我们以前有一个，例如像明年度大概我们有一个芦新南路的一个部分是过去所发布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内容哦。那我们面积多大？面积多大？这个面积的部分是不是容我查复再跟这个副议座这边说明？好，因为我们四个议员都要知道，因为啊，你这个1350万呢、啊，那我想啊，应该是说哈、啊，你通盘检讨，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芦新南路的检讨是。啊，比如说20公顷，那你们知道啊，面积在哪里？那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像我们的北区儿童之家的国民运动中心啊，这些有用到这里的经费吗？不会。北区儿童之家是另案，另外有案，有另外一个案嘛，就专案嘛。哎，有专案。它是变更什么地目？是公园还是变更什么？因为现在有人住啊。它是把这个现在是住宅区变更为公园。哦，住宅区变为公园，对啊，里面有一些已经指认完成建筑的会留下来，哦，啊、就是旧建物会留下来再利用就对了，对，是不要敲掉吗？一部分会敲，啊，一部分会留，因为它有些已经被指定下去了，黑龙江叮当哎，好，啊，已经有案了，是，好，谢谢，好，谢谢局长，谢谢科长，谢谢。好，33页还没意见，成立第一言，问一下局长哦，我看你这个计划跟芦竹区什么大竹地区通盘检讨了，还有那个。芦竹地都市计划这个通盘检讨，其实检讨来检讨去，我们议员都会反映说，哦，发展快速的地方，请你赶快把道路打通。可是通盘检讨的时候，好像几乎我们议员都不在被参加的对象里面，哈。然后这个通盘检讨的这个，虽然有讲过强调是土地要通盘检讨，那些地主哦，他们要参加哦，但是呢，这个制定的大原则跟他的规划的。早先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好像也都是地方资深人士在参加在操盘的，哦。然后我们这边呢就觉得说，你这个通盘计划呢要检讨，分那么多期来检讨，哦，那么多期来检讨，在这个检讨的时间呢，不是只有一年两年，很多年了，对不对？可是有些地方要发展了，马路要开通了，我们发现说，我们建议给你们，你们都不当一回事。因为你没住在那里，不清楚。在这边我可以讲出来，哪一位？那位也参加过检查，那个也都，你后面的也参加过，都到那个芦竹区了。我们讲说要把那个道路要打通啊，哈，可是来解决交通阻塞的问题。可是你们都充耳不闻呐，啊。那你像那通盘计划、通盘计划这些，怎样才能够让这个解决交通问题？在这通盘计划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好像。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建议采纳进去，哦，所以我想你如果说编了这些经费啦，要做什么委托案啊这些，我不管你委托什么或怎么样，反正既然有都市计划要通盘检讨，就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希望的改变，好不好？哦，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改变，可不可以？好，是。好，徐启万议员。谢主席哈。局长，你这个0279哈，这个刚才你问了1350万哈，那配合本市重大政策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那我要请问你，那果林都市计划已经公展了，已经公展说明了，现在它的办理的情形，那是有这个你现在1350万呢，有没有涵盖在果林这边的这个计划里面？没有，果林不会用到这个钱。果林现在已经有在做这个，这个在内政部在审查了，已经送出去了，所以他不会再用到这个预算。那果林都市计划的这个整个送内政部还是要将来是要给回到我们市政府这边吗？他整个通过后回到我们这边来做发布。哎，那等于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加速了，就是他内政部也是一样，委员会审查审讯后，如果有一些书图要调进，也温调进，升温调进，调进料就发布。因为我们现在审查是明年度106年的预算嘛，那你等于106年预算都还没有看到，这个说这个预算也不是在果林的话，那等于说相对很明确的果林都市计划的明年还没办法再继续开发了。不会，因为果林先完成都市计划。那么后面才会进到开发，先都要先把它通过了。那他因为已经我们有一个案子在进行了，所以也这个议会已经通过预算给我们的，在前些年给我们的。那这个我希望说你也这边也加紧脚步，
注重果林都市计划开发。毕竟你这个果林都市计划的帽子也扣了太久了，扣了在超过三十多年了。哦，一个都会形态呢，你跟他扣置三十多年都没有在开发，都没有在动，对地方百姓来讲造成是很大的伤害。是，好、哦、好，谢谢。好，我们加速。好，33页还没意见。哦，34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都市行政工作预算金额2806万4000元，页次35至37页，总共有3页，从35页开始。35页有没有意见？36页有没有意见？陈志摩议员。谢谢主席。那我刚才我要请教的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都市计划分区啊，违规那个财阀的问题啦。那我问你一下啦，你现在我们龟山保护区算不算都市计划区？是。是哦。那里面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那算违反分区吗？是。是吗？是。违反什么分区？你保护区里面有一些这个新建的规定。啊，保护区里面有一些新建的这个规定啦、啊，那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规定符合的话，就是属于违规状态。没有、啊，你说违反分区啊？哎，是。那我们那边是什么分区？都市计划分区是什么分区、嗯？我们有保护区，我们有什么农业区啊、工业区啊、嗯、有住宅区啊、有那个什么区啊，对不对？对。有商业区。对。那我们违反什么分区？他那边又没有重划，他也没有什么分区啊。跟元宝，每一块土地都有分区了哈，它一定是属于某一种分区、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么很有重划的地方，它不算什么住宅区、商业区之类的嘛哈、哦。那它可能是属于，它也不算农业区哦，哦，它就是保护区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搞不懂它违反什么区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都市计划是中央拟定的，是政府拟定的。你搞了40-50年，你没有把我们好好的规划。那我们40-50年的这个当中，第一个我们没地方住，第二个我们的土地没有办法利用我们的土地来营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叫我们保护区的居民要如何思考？然后现在有既有的违章建筑。现在我们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个旧的违章就让它存在了，那既然要这样子来讲，那上面有违章的建筑在那边，你现在你不是说全面性的，你是零星的，你想到就罚，人家检举你就罚，这样子公平吗？我想这样好了哈，第一个长期存在的保护区问题，很多议座都有询问过，我想、哦、你针对问题回答了，所以我想我来做一个通盘的规划了，看哪些地方是可以处理的。我就搞不懂你现在我要问什么分区啊？譬如你又没有把我开发成住宅区，也没有把我开发成，那你如果说是什么，它里面是种可以种田的，那到底是农业局？我也看过农业局去罚、啊，那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你们都市发展局去罚，那很奇怪啦，那每个单位都要罚我们保护区。啊、哪一个单位在照顾我们保护区？哪一个单位就要想到我们保护区？刚才我们才知道，我们一定进。那是哪口的都是计划师。
36页还没问题？不，37页有没有问题？好，以上是都市发展局局本部的预算。那都市发展局还有两个二级机关，住宅发展处及建筑管理处，我们去审查住宅发展处的预算，在22-02-16页同一册哦，22-02-16页，住宅发展处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6723万6000元，页次16-20页，总共有5页，从16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16页有没有意见？17页有没有意见？18页有没有意见？19页有没有意见？20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住宅工作预算金额19亿8336万5000元，页次21-27页，总共有7页，从21页开始审查。各位议员，21页有没有意见？周义群议员。周义群议员，那个，请问我们最后一笔这个啊，空闲住宅包租包管计划为何只选择芦竹区办理啊？那我们市政府第一批社会住宅10处也没有选到杨梅啊，对不对？怎么没有将杨梅也纳入？好，是这个包租包管是现在是尽量利用我们的那个空屋了哈，那也是提供住宅一个管道了，因为我们桃园空屋也有大概10%，将近10%。这应该改为全区，好不好？好好，我觉得要只写芦竹区嘛，是应该的。我觉得我们当初这样不好。那个是不是请求大会同意我们不要限制芦竹了？是。文字修饰一下哈，就芦竹划，嘿，划掉划掉，是 okay, 是。好，谢谢，谢谢局长。那个周玉琴议员就是动议把桃文字修正哦，办理桃园市芦。市政府芦竹区空闲住宅包租包管，改为桃园市政府全区空闲住宅包租包管，大家有没有意见？过。22页有没有意见？23页有没有意见？24页有没有意见？25页有没有意见？26页有没有意见？27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更新工作预算金额10044000元，页次28-29页，总共有2页，从28页开始审查。好，陈美美议员，谢谢主席哈。有关于这个500万桃园市都市更新推动计划，那我们今年度的部分现在推动了如何？今年度我们现在会先跑的一个就是那个中兴巷的那个公办都更了，那么另外民间还有几个申请案，像有一个那正光的海沙屋，那个我们也会来协助，现在正在办公展，现在因为更新办公展，那到明年度应该我们还在辅导好几个区，好几个区会继续辅导，因为都市更新坦白讲那个计划书实在太难写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辅导的这个团来协助他们。因为这哈，你刚提到的那两个案子啊哈，好像也推动很久了。我是希望说哈，在这个那明年有新提出来的一些计划吗？都有在谈，但是大部分的地主的意见还没有全部，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不懂怕，那所以我们会利用这500万里面的一个咨询费用来协助。会说明了，他们需要我们就一定到场帮他说明。那里面我们也会，甚至于我们愿意帮他拟这个更新计划书，因为推动更新民间来办真的是比较辛苦了。所以这500万的更新计划是指我们明年度，那么这个民众提出申请的，由我们来做协助的费用是。那包括他如果提出更新，包括都市更新的划定，也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来处理。就是有相关的这都市更新的部分提出来的话，就是由这一条经费来协助支持。是的。好，谢谢。徐其万议员，你这样答复现在这边了，你在28页现在是500万了，这个经费是在一般事务会，是我们市政府这边要去执行的。是。那你在29页哈？
虽然还没有审到，但是相对的二九页这个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民间的，对，啊、哦，就是是不是这个这一个五百万呢，跟你这一笔五百万呢是相连性的？不一样，它一个是补助，这个是我们自办，啊，那个二十九页那个是补助给民间办理那个整件维护的事业经费，那是补助款。对，这是补助款，但是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对整个我们台湾市都市更新啊这个业务相关的？是。啊，都是这个，因为你在二十八页是一般数位，是我们自己集里面的，啊，这要去支出的费用嘛，啊。是。啊，你在虽然还没有审到九页，但是是相关相连性的。是。这个五百万呢，是就将来就补助给我们所有的民间的团体机关的去用的。对。好，那这样了，你把今年度的哈，这个哦，把今年度的，包括你明年度的该要执行的，你这个有计划嘛，对不对？有。还有你今年105年的执行的计划，把这些资料给我们，哦，一位了解一下。是。好。我也没有跟你搁置，也没有跟你删除，但是你补计划给我们。好，谢谢。补资料给我们。好。28页有没有意见？29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住宅发展处预算审查完毕，接下来审查建筑管理处预算，请各位翻到22-03-26页，22-03-26页，建筑管理处第一笔预算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8092万1000元，页次26到28页，总共有3页，从26页开始审查。好，各位议员同仁。26页有没有意见？27页有没有意见？28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建筑管理工作，预算金额5亿7803万1000元，页次29到42页，总共有14页，从29页开始审查。好，29页有没有意见？30页有没有意见？31页有没有意见？32页有没有意见？33页有没有意见？34页有没有意见？35页有没有意见？36页有没有意见？37页有没有意见？38页有没有意见？39页有没有意见？40页有没有意见？41页有没有意见？42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都市发展局预算全部审查完毕。好好，谢谢大会。谢谢。那好，那个各位议员同仁，那么我们都市发展局的预算已经全部过了哦。那我们明天9点继续开会哦，散会。